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今天要看熊中科学班这道题。哎，看到这个两个根号相减的，好，这个惯用说法，我们就先代换，把这个假设成 a， 这个假设成 b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会有 a 减 b， 好，这时候是68。接下来就去根号。那去根号之后呢，注意到这边 ax 是加的 ，a 是减的，所以呢，平方之后，哎，我们加起来就会得到4904，哎，现在呢就可以通过什么 a 平加 b 平，然后减掉 a 减 b 的平方，这边会等于 2ab。 好，那这计算呢也会等于280。好，那有 2ab 有 a 减 b， 那我们就可以求出 a 加 b。 好，所以 a 加 b 的平方就会等于什么 a 减 b 的平方再加上这个 2ab，因此呢，这边会得到是那个72的平方。好，所以 a 减 b 68， a 加 b 72，所以就可以解出来 a 等于70， b 等于2。那最后再到这个式子，28乘70加上27乘2，就会得到这个2014。这算是一个常见的根号处理手法，就是设 a b， 那接下来去根号之后呢，用加减得到个别的值。